哎，不是我不识数，他中间画了一个谁知道？那你就直接画七个叶，我不就知道了吗？一段 Q，二段 Q，扎一刀，三段 Q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让他戳啊！摄像头移一下，等一会儿。哎，一段 Q，二段 Q。看看他上不上来补刀，不补刀就算了。我们升个 E，一段 Q E，二段 Q，三段 Q。扎一刀一走，等这个风消失，我们还有一瓶药，他已经没有药了。走呗，一段 Q，二段 Q，A 一下。后羿往后拉，闪现走位，走位，我的天哪！真行啊！小心点上面啊！我到了，你还半管着血呢，你怕啥呀？你说，哎，玩的真是吐血了，去不了了。焦点炎是啥意思？那万一他追呢？七刀还行，玩个凯隐能打完红往上跑，哎呀天，头痛。一段 Q，二段 Q，一链住 A 一下，三段 Q，车没了。一段 Q。二段 Q 一链儿，三段 Q， 哎呀，有点疼。跟防御塔换了一波血，最终我们以失败告终。还行，车补着了。你现在来有啥用啊？现在来是没用的，他都回家了。
学个大招，这波可以塔后试一试。三段扣，我扎一刀，链平 A， 平 A 走位开大招，等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一点盐扎一刀，你怎么又来了呀？我们不给他打啊，给他打他还能快点升，快点升那个，快点变身，不给他打。点升被动。链走，回家了。他应该出来了。一百五，卖眼儿。他打完红，可能还得上来一波。因为他现在去打红去了 ，Q 一连扎一刀，不打了，我这停停，链儿 ，Q 一段 ，Q 二段，扎一刀 ，Q 一连，平 A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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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跟我 A， 我扎。永恩的英雄上单其实有点弱，中路还行。吃点塔皮，我们可以越塔了。我就是怕凯隐。别的我都不怕，插眼一段扣，链儿住二段扣，扎一刀开大招，三段扣平 A， 来 A 一 A， 再 A， 你跟我打 A 一段扣 ，A 二段扣，给我从墙里出来，三段扣闪，你他娘的给我死！我让你干扣我。把他塔皮再吃他一层，我还就不回去了。 A 一走，一段扣，二段扣，三段扣，点盐 A。A 一 A， 再 A， 有有盾，可惜塔皮没了，啊？哪个塔皮？还好吧，六百块瞎当。他干哈呢？他多少血呀？火来中啊！漂亮。哎，我这奥纳夫都咳血战斧了，猛啊奥纳夫！
我们继续。往这一逮，不让他吃经验。塔皮先吃了啊。在这儿等他来 ，QE 二段 Q 扎一刀链住，三段 Q 这是给我打的吗，兄弟 ？QE 连，我希望你家凯影赶紧给我过来，我现在一打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我就站在这里狂妄。啊！我就整个人就是狂妄至极。你上哪儿去啊？链儿柱，哎呦我，那你也走不了。Q E A 一下二段 Q 可血战斧。不知道凯隐来没来啊，我们撤了吧，这波可以撤。一段 Q 链住，抓一刀和血战斧，二段 Q 一走 Q 过去，平 A 我们死了，真可恶，我都走了还交个闪现是吧，皎月还交了个闪，行，交闪交闪，来个这个，再来个水银骸吧，这把有寒冰有泰坦的，我们整个水银骸。他611了。在这等一下啊，中路可能会被干，等一手。我先把这蟹打了吧，打完蟹我们回上路。点信号了还能死啊，我们12级，永恩9级，他动工出来了吗？哎呦，他动工出来了，那不太好杀了呀。链柱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平 A 三段 Q 闪，一走，还好。Q
一连和解战斧二段 Q， 怎么就刀曼内定了呢？刀曼内定可不好办呢，我们先把他上塔给他拆了。哎呀，奥纳夫可有点难受啊！走，回家了。我决定，咱先来个小反甲，这样这个凯隐呢就没有办法回血。省着我们家没重伤，他杀九个人，虽然他杀九个人，但是我们十三级，他还是个弟弟。看眼红有没有啊？快点拉进来打！走了，在这等一下啊，看看对面到底打不打，到底要干嘛这一波？把这打了来，不用打这个了，我们上去杀这永恩，他跑不了。这个英雄除非用大跑。不跑了，把这打了，快点，还有一分钟了。为什么没人打呀？你这个臭弟弟，你跟谁打呢？不是啊，链 A 一段 Q， 二段 Q。三段 Q 可血战斧扎 E 平 A， A 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三段 Q 一点炎扎一刀，链住谁的峡谷先锋？我们家的，我上高地，你们上，我就上路守线，拆高地，我打。你家少个人你不知道吗？好了，回家了。为什么假的永恩哥？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开大招扎一刀，三段 Q 走位，平 A 一过来，可血战斧扎一刀，一段 Q， 二段 Q 扎一刀，三段 Q， 我操，这个没死，他往我屁股后边去了。哎呦，这脚印杀了，全杀了。怎么跑我屁股后边去了？先出个反甲，带个九头蛇，有点烦。让一个三八幺，一个二七七，一个四三幺给杀了。
不追了，没必要。没有走位没事，一段 Q， 二段 Q， 一可写战斧，三段 Q， 闪现得了。这波能不能打得过？哎，把技能全他妈交我身上了，真是吐了。我本来想 Q 闪寒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给我整罚站了，都根本就不让动。哎，漂亮，还灭没事儿。他们把技能全交在我的身上也是可以的，没有关系啊，没有关系。最终的结果还是我们家打赢了，只不过我死了。重进一下吗？把下路拆了，快走快走快走，上高地来。他们全部都去上路了，就你叫皎月女神呢？就你要我屁股后头去啊？就你凑我点烟呢？我继续上。两路高地你先不要啊，去拆我的一塔，拆吧，看看谁亏啊。哎呦，还打上大龙了，我把你基地给你拆了。链柱一段 Q， 可血战斧二段 Q， 三段死了，死死吧，没有关系，死就死了。两路高地一门牙可以接受，换了条大龙给他们。奥纳夫真猛，就这个样子还能打一波野怪。哦，没打过。哎，你没打过这永恩呢？这永恩杀八个人呢。我都没想到，真的兄弟，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。哎，你不应该没打过他呀。首先奥达夫可写战斧，其次的永恩他又脆，然后他还有死亡之舞，这他妈一顿罚战呢，我操，也不让人动啊。硬拆呀，硬拆你能拆下来啥呀？
波撤一撤吧，往后撤一撤，守一波高地。嗯，没事，他们家这兵线都进去了，没关系。怎么又黑了？那咋整？那人让人打抓了呀？那跟我有啥关系？那俺们家女警还是谁来着？反正右边有个人让人抓了，那我还不去了？那怎么又黑屏了？我就瞅，眼瞅着呗，我在那瞅着，我也不上。先升个16级啊！有些时候吧，他不是说我要死，那队友让人抓了，那你说我去还是不去？我没想出去，那硬出去找人去打去，你不打还不行。开隐装备不错呀，女警出这破玩意儿了没啥用啊，巨蛇之牙。先杀后排啊，剑术点燃扎一刀，一段 Q， 二段 QE， 三段 Q， 平 A 可血战斧一过来扎一刀，没打过，游戏结束。哎，我每次要 Q 闪的时候，这个泰坦都把我定住了。后排保不下来，全排打不过。哎，但是基地不会爆炸，别着急。出门守塔。如果把他们团灭反一波，给我出来。不行，这打不过，这后边的寒冰无限虚出。下一把，继续。